OK， 那我们今天要评论的是这个 Iris 75。那我手上拿到这个是黑色的，然后配上的是很漂亮的这个 PVD 黑色的这个配重。那他这次给我这个配重拿到就是这种，我可以很肯定这片配重跟这片配重呢，它是完全无瑕的，就是它没有任何一丁点是这种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它在 PVD 的表现上面是可以说是完美的。那再来就是它 Iris 6， Iris 75嘛，那它 Iris 跟 Zoom 跟叫什么 QK， 那这三个品牌都是在做这个1000价位段左右的 CP 值套件，那每一家都一定是想要在这三个里面脱颖而出。那这一次 Iris 75呢，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快拆结构。那快拆结构其实它算是一个创新，但你说它真的是好或真的是不好，那也很难说。快拆结构带给你来说就是它很拆装很方便，对吧？但是它所需要的设计的精密度是，我觉得是相比来说是更要求的，因为如果说你快拆结构，如果说没有做得很好，那它会有可能会松，有可能会有杂音的话，那就是反而是有点本末倒置了。那经过我这个实验，那它的 PCB 那就是内胆的表现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它有三个硬度可以让你去调整。那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我是塞一个，就是一根，就是那种有点像是沙漏形状那种软垫。那其实其他套件也有过，那 JC Iris 也是改用这种软垫。那它的声音表现，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纯粹，它没有任何的共振音。那或许
或许它是因为快拆结构，所以它有一点点共振音是来自于就是可能是那个快拆结构的问题，但是实际在输入上，因为它没有，它已经没有跟外壳有硬性的接触，那所以其实它的声音的共振音这方面其实已经消除的几乎是我是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它声音已经到还很好的一个阶段。那如果你对声音比较敏感的，或许就是可以再尝试用 The Boss Spread Mount， 就是你在这个上下连接处再加把这些特龙垫片或者是它一些软接触的材质，把它贴在这个上下连接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它这个不是下沉这个方向键。那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下沉方向键比较舒服，因为它会可以分开。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种正正方方这种感觉，比较有那种简约的感觉。那在软弹层面，这个套件也是比较属于那种 Q 弹，但是不是属于那种那叫什么，就是软的一大糊涂，然后就是按下去弹不回来那种感觉。那它是用硅胶的那个有一个。像沙漏形状的嘛，我不知道专有名字啊，那或许知道可以跟我说。那他们就是用这种硅胶的这种软垫哦，然后让它达到这种 Q 弹的效果。那它 PCB 的开槽也是如影片里面这样，就是它是开很吵，但是它中间有连起来，那是代表什么？那这个套件它就是不让你就是一昧的追求那种软到你很就是打游戏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反馈不好那种感觉，反而是它就是有点像是慢慢追求那种 Q 弹手感好的感觉，然后它也有三种的硬度让你调节，这也是 Iris 75的一个特色。那再来就是说说它的这个右上角它可以选名牌，然后旋钮，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发光的一个名牌，可以一个透光的名牌。那我这次拿到是就是只有一个这个算是黑色的这个。蝴蝶形状这个名牌，那金属键帽它也是有附一颗，那也是跟 Iris 65一样。那唯一我觉得比较需要大家在意的小缺点呢，就是它的内胆部分会，你这样轻轻拨会有稍微一点点移动，所以它相对来说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个限位的功能。但是它其他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声音表现好，然后它的快拆结构就是你从旁边这样一翻，这样子，这样就起来了，对吧？那它的结构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快拆结构。那快拆结构你就看到这个，它是用这个卡扣去扣下面这个部分。那整体的这个键盘的做工呢，算是非常不错。那阳极呢也是细腻，但是呢。它有一点点会黏这个手上的这个指纹，比较容易有手汗的人，像我比较容易会有手汗的痕迹。那或许是黑色的关系，或许是他们家本来就会比较有指纹的关系。那就看到 PCB， 那 PCB 的部分就是这种，它是用这种小小的，看到小小的这种沙漏形状这个，然后它就会有软弹的这个空间。所以它整个 PCB 其实，你如果是用最软这个呢，它就是我觉得比 Iris 65的那个，就是用两个硅胶套在那个 PCB 上面还要来的软，所以对，那它也算是一个 PCB gasket 的结构嘛，因为它是直接从 PCB 上面套一个硅胶套去卸力，对吧？所以它的声音表现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那我刚刚说你可以用 force break mount， 就是这边，就是旁边这边，你可以贴一些那个 force break mount 的那个就是 tape 啊，或者是你一些 Teflon 胶带什么的。对，那整体的键入表现呢，我是非常满意的。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外观的话，就是这个正正方方的外观的话，我是很推荐你去买这个套件，因为第一它 CP 值很高，它跟 Zoom 和 2K 是。就是同样是走一个 CP 值的路线，那再来就是它的快拆结构其实很方便，就是你如果要调一个东西，它快拆结构真的是让我觉得，省掉了很多螺丝拆装的时间。如果说你是喜欢拆拆装装的人，那我觉得快拆结构你可以去体验看看，毕竟快拆结构好像
做得好的，目前我体验到的还没有到太多。比如说那个 SR65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快拆结构让我觉得不够方便。它是用那个磁铁嘛，但是磁铁容易碎，然后它那个会让我弄得心惊胆跳。不过它的解决方式就是贴那个 Poro 棉，对吧？那样就完美解决。那这一把呢，我觉得最大特色，第一个快拆，第二个它可以有三段的可调性，第三个它右上角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那我觉得旋钮我是更喜欢。对，但是他这次就是因为提前他没有给我旋钮，那旋钮我其实是更喜欢的。那再来就是他的蓝牙是用李大拿，那我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李大拿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 PCB。那为什么？就是他很稳定，然后他的蓝牙。那我自己认知是键盘是不用需要到三模的。那为什么？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你真的打游戏，你用三模去玩的话，其实。你如果是玩那种不是竞技类型，那其实还好。那如果说玩竞技类型的三模，如果有时候稍微顿了一下或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非常难受。所以我打游戏基本上还是插线。那如果说我办公需要连 iPad 或 就是其他就除了电脑以外的连接方式的话，我就会选择去用蓝牙连接。那其实蓝牙对我来说就已经对键盘来说就已经够了。那所以我最喜欢的键盘就是蓝牙的，然后你不一定要有三模，但是我相信以后三模会越做越好，就是可能会也许会超过罗技，也不一定。那大家现在公认就是罗技是最稳的嘛，就是最那个最电竞三模，对啊。所以我对这把套件评价是它 CP 值非常高，然后它的可玩性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它的这个三段调节可以因为你自己的软硬程度去调节它的软硬，然后再加上对，还再额外说，你如果觉得这个跳太紧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调节太紧的话，你可以去把这个调节这个去调整它的，就是这边你这边它有一个螺丝，然后你去调整它的就用螺丝起子去调整它的那个松紧程度，你会比较好去装拆。那我是不喜欢太紧啦，因为但是紧有紧的好处，它可能比较不会共振，但是如果你调太紧，会比较不容易去就是拆装。对，那这个就给大家去尝试。所以在快拆这个结构呢，我觉得这把套件是做的算是成功。那我觉得比较需要在意就是，如果说你把它调松了，它旁边这个接触面会不会有一些共振或者是金属碰撞声音，这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一些其实都是可以完全去解决，就是你贴一些软接触的东西。那这把套件呢，我给的评价是算是高的。那因为它的结构和可玩性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后面的 PVD 因为指纹我就不管了，我就摸它。它的 PVD 就是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它在 Iris 65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和大家最大的症结点就是发货时间。那希望这次Iris 75在 GB 后这个发货时间能给大家更大的保障。然后套件本身是没问题。那其实厂家在发货期间上面这个处理，其实我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改善。对，我们要有正面积极的这个想法。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开箱这个 Iris 75的简单心得。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快拆结构，还有李大拿蓝牙，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的。对，然后这个就是有点紧，我要把它塞回去。好 ，OK， 就是这样，就很方便，这样啪啪啪啪就好了。对，好，这就是我今天简单的这个开箱，然后声音是非常好。然后手感也是很 Q 弹，对，这样应该可以看到，它整个是内胆是可以下线的，对 ，OK， 大致上是这样。